阳大学进行整个的一个读书的，嗯，然后毕业之后的话呢，就来到了春季前锋当中。这个球，哎，第一下冒顶了，这边的话直接传中，当中我包括在这个球员平时。他都知道这个球一定要去跟人啊！先来看这一次，又到禁区里面直接打门了，门将做出了扑救，还有机会，回过来再往后点传，跟进之后补射，前十分钟，到这个三十分钟，没丢球啊，没错。哇，这边春季前锋来了，非常开阔啊！弧顶位置漏了，是还有一个转角球，对手这个球从中路要当心，因为对手刚才在禁区中路包抄啊，没有人的，所以一定要盯住射门球员。确实，刚才防守防的还可以。正面直接打门，又来了。哦，杨科维奇确实场边一直在摇头。直接传后点头球，
Thank you.